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最近总是有人来偷吃我莱德队长的糖果，今天我要把这些糖果全部都藏到这个小房子里面。我现在躲到后面，等会偷吃的人肯定会上当的。太好了，莱德队长不在家，我来偷吃糖果了。嘿嘿，趁莱德队长没回来，我也要来偷吃糖果了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，我最喜欢吃糖果了。你们都等等我呀，我也来偷吃糖果了。好呀，偷吃的人果然上当了，赶快把门关上，然后钥匙拿掉。哎呀，莱德队长，我们是汪汪队，赶快放我们出去。什么？他们说自己是汪汪队，赶快打开门看一下。莱德队长你快看，我是灰灰。莱德队长你快看，我是小丽。莱德队长你快看，我是阿奇。莱德队长你快看，我是天天。哼，汪汪队，你们不去执行任务，竟然在家里偷吃我的糖果，看我怎么惩罚你们。